Hello， 大家好，我是鋼琴玫瑰 Rose 任嘉玉。今天很开心和很多谢 Ben Sir 邀请我来香港创业品牌大奖2018这里演出。今晚演出是很难忘和很特别的，因为我第一次在这么多的企业家和创业家面前去演奏我的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对他的事业和他们的生意是充满了平静，所以我今晚的演出都是充满了信心的。接下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品牌一起合作，和邓老师一起用音乐带正能量给大家。多谢。各位观众，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美国国际音乐天才比赛世界冠军 Rose M， 我们同学会里面其中一位最出色的同学、okay? 另外最大力的掌声给我们今晚 Best of the Best 的 MC Alan Lee。 大家好 Hello OK， 首先呢，我们刚才听到 Rose 和我们表演了一首歌，我们给一个麦克 Rose 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先，好不好？ Rose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钢琴玫瑰 Rose 任嘉玉。我由七岁开始跟邓老师学琴啦，同埋去好多唔同嘅国家参加比赛同埋演出嘅。咁我而家咧除咗作曲之外咧，都会帮好多品牌咧喺啲宴会活动嗰度表演啦，同埋嚟紧咧会多啲翻 friend sir 嘅创业家嘅上堂啦，一定要，同埋咧就系继续同邓老师一齐推广钢琴玫瑰呢个品牌嘅，多谢。咁啊，頭先你同我哋帶嚟呢首歌咧，可能好佢好出名嘅嗰首歌嚟嘅喎，但係咧可能啲同學佢唔認識喎，同我哋介紹下呢首歌係有咩意思啊？好啊，呢首咧係《千本櫻》啊，係日本一首關於戰爭嘅歌嚟嘅。咁我咧成日聽人哋講話商場與戰場啦，但其實我哋咧創業家全部嘅都係一啲商場做生意上面嘅朋友嚟嘅。咁我希望透過呢首歌咧去鼓勵大家繼續努力啦，同埋咧用呢首歌咧去去繼續鼓勵大家在個生意上面越戰越勇和戰無不勝嘅。多謝你 ，OK。我將阿 Rose 一陣間仲帶咗一啲音樂嘅表演俾我哋嘅，我哋而家再用熱烈嘅掌聲咧歡送阿 Rose 落去咧就座先好嘛 ？OK， 唔該阿 Rose，OK。今天我們香港創業品牌大獎2018非常高興可以找到我們的鋼琴玫瑰會員 Rose 和我們去做鋼琴的表演。其實我們創業家同學會裡面都有很多出色的會員，不過世界冠軍就真的不多了。今天我真的邀請到 Rose 來我們這個活動裡面表演，覺得非常榮幸，還有都希望他可以幫我們創業家創造更多原創的歌曲，當我們去宣傳的時候可以有更有話題性，還有令到我們的形象也都可以再提高。在這裡我想再次多謝阿 Rose 今天咁精彩的一个表演，令到我哋呢一个活动更加之精彩嘅。就是我自己作曲的作品嚟嘅，
叫做《螢火蟲之舞》。咁我在嗰陣時咧，就好想將螢火蟲咧喺度發光啦，同埋好靚喺度飛嗰個畫面咧，用音樂去彈出嚟。咁今日咧就好開心有機會喺呢度認識大家啦。我就好想用呢首歌咧去鼓勵大家，同埋咧去祝福大家可以喺你嘅事業上面咧同螢火蟲一樣咁樣發光發亮嘅。多謝。所以即係創業嘅路途好孤獨、好黑暗嘅時候咧，就有啲螢火蟲喺度引路啦。我相信就好似創業家咁樣。我想問一下啲個人啲嘅問題先。如果我想作一隻歌俾我自己身邊嘅另一半，係咪可以揾你幫手嘅咧？梗係可以啦，咁浪漫嘅事。即係如果在座嘅咁多位係想為自己或者為你身邊嘅朋友，甚至乎為你嘅公司去作一首歌嘅話，其實阿 Rose 都可以幫到手嘅，係咪啊？係，好樂意，係。好，非常好。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咧，不如我哋俾啲掌聲，將以下嘅演奏時間交俾阿 Rose， 唔該曬。第一位最大力嘅掌聲咧，我哋係創業家裏邊咧，好榮幸真係出到一個咧係世界冠軍嚇。藉住今日呢個機會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概念咧，就係人咧真係一個環境嘅產物嚟嘅。你同乳豬一齊咧，你就係乳豬；你同鮑魚一齊咧，你就係鮑魚；你同創業家一齊咧，你就係創業家；你同世界冠軍一齊咧，你就係世界冠軍。
掌声俾我哋嘅阿 Ben 同埋阿 Rose 佢哋嘅四手联弹，再一次俾啲掌声我哋嘅世界冠军钢琴玫瑰阿 Rose， 亦都俾啲掌声阿 Ben。